廖乾坤啊，你也来这摆天马大哦？是啊，我是来这摆，啊你呢？当然嘛是来这摆，啊若无，大林哥他们怎？啉酒呀？用这么好的酒来摆天马大哦。你也算有心的吼，搁知影大个爱啉这款的。啊，就一罐烧酒尔，有钱就买有啊，电脑算啥？无参像你啦，你搁较有心，我真正跟你袂比的。拢三四十年啊，大应该早就投胎转世啊。本世即摆阁结婚，生一只囡仔，一家好咯。再来这摆哦，至真正心意啦，无一定爱传什么祭品，遐拢是外的人哦，在安慰家己尔。人讲哦，冤屈过往的人，死唔冤屈，伊无可能这样紧就投胎。伊吼，绝对会留在世间，看完受人接受的报应，而且甘愿阁继续流毒落去啊！阁较歹讲，大爷是冤枉死的，而且伊规家祖爸用草因的，伊大爷个性怎会着？你想，伊敢有可能讲放下就放下？你讲的嘛对啦。就咱家做细汉的哦，总是希望大爷当放下，你透位啊嘛吼，莫甲你卖定性了。当初就交给泰国帮，害死大爷。你凭啥物？甲天霸大爷洪美门的罪名，杀到我头壳顶啦！我唔是你会当凊彩骂我话啊！你就是白骨啊！我看你廖乾坤哦，故意去用跋杯较紧啦。你来跋杯看卖，放香酒是不是我？是要跋什么杯啦？哎，试一下嘛。事实摆在眼前啦，是要跋什么杯啦？有看到无？新杯啦，对。这冤仇，那是一定要报，请你我一个新杯。新杯，爸，你有灵有神，到这摆冤仇还要报，你一定足唔感恩的对吧？我看到无，新杯啦。这酒真也袂歹呢，怎么倒来？家己啉哦，上少无啦。我着和你好兄弟陪你做伙啉啦。讲，我甲家己送上来祭拜天爸大诶，即马是想要大家个名来祭拜。你竟然敢伫大面头前，也阿那敢动？你著甲动手啊！我啥做袂动。既然你想要甲天爸大诶，讲一讲做记，我都心转呢。明仔日我他位，我咪替你瞧好势。我恁大个甲细汉两个，年度年，直接做伴啦。
台，有看到无？我到即阵，还阁规丛好好徛伫遮，过了真好。你在天之灵，一定替我欢喜对无？对，我绝对袂有慢条款，我晓白小哥，你等你看，我绝对替你报仇。慢条款。慢条款，一点点仔微烟，都让你睏到不知影人啊！这么简单就讨你的命，实在足无挑战性。条案，你把刀剁入去我爸的身躯顶，起码还赢你。坤哥，是你带客妹来的？先别讲这个啦，你先别冲动啦。啊，咱不是讲好啊，要斗斗零点万条弯，啊，千万唔通这么紧就甲收掉啊！我已经等袂赴啊，今日是阮爸做忌的日子，我今日就要替万条弯的命来报阮爸。这个刀不能来，你若不收手，我这个手就毁了。昨天啊，腰底都已经受伤啊，你卖过一根枪哦。我，你刚刚一定爱安尼，照你家己意思，你无要听我的话吧？好啦好啦，今日腰得送去病院，甲康瑞天天，啊，若无费老兄，就是出代志呢。来来，进去。来来来，等我，有点伤处理好，再讲，给啊。讲，啊，你叫我客妹遐尼久啊，你是安那，你拢无讲啊？我哪会当甲客妹讲，我为着要报仇，把伊的查某囝杀落来山脚，真正的第数万因为安尼，生死不明。一个假地锁的，等到来交人客白，让客白伤心艰苦。哎、欸，你讲啊！我，啊，你今嘛是咧创啥？我执行这个计划，嘛是为着要利用你的资源替我家己报仇，是我唔对。我不应该欺骗这么疼惜我的人，是我不对。别别别别！哎呀，我来我来。雪晶啊，你啊，免为着这个代志哦，伫遐咧自责啊。哎呀，你就较早讲的，我会将我所有的资源啊交予你来对付万条案。
不过客伯，我知影你有你的顾虑，因为万条湾是你外孙的爸爸，就算讲你要出伊的性命，你嘛无法度用尽粗残的手段来对付伊。因为我知影，你也不甘你的外孙艰苦。无唔对啦，也毋过对付万条湾迄款人啊。就算讲啊，你用什么粗残的手段啦，迄拢是伊家己做得来的。也不过啊，我就是有私心啦，我就无希望啊，我会走无顺，啊心内有什么遗憾，所以啊，我就安尼弯弯翘翘跳过伊啊，乌一个空给伊家己跳。客伯，你敢会以为？可万条湾有私人的恩怨，我都向你报告。我逐摆拢批评万条湾，你敢会感觉伊无应该因为我偏见的报告，无应该失去伊的性命？不是，哎呀，你和我的报告拢真客观哦，你。你内底个讲到万条湾的代志啊，哎呀，得袂到啊，伊十分之一的歹啦。我迄个时阵啊，我的法庭啊，完全是因为啊，我惊他说完啊，伊会伤心。哦，我刚才想到我家己啊，想要加看到说完几遍，啊，完全啊都无想到你心内艰苦。那是我对不起你啊！无，客伯，你无对不起我，是我无顾你对我拥有之恩，我问问你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阁欺骗你、利用你，把你当作是我报仇的工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若无想要讲，以后袂阁问起啊。上无今仔日。大家拢知影真相啊 ！Boss 嘛，愿意把伊当作亲生查某囝来对待，你当放心。以后你就要怎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你的身躯边都有人陪伴你，帮助你。唔啊 ，Boss， 也够我。他是讲。你只是要跟我同齐对付万条湾，你为你的小妹报仇，我为我的爸母报仇，安尼咱会当做伙。也毋过除了一点，我无任何的交叉。是安怎，搁要讲出一款话？咱讲连我要做你的朋友，你拢要拒绝？朋友？对我来讲，不管是什么朋友，拢只是会去我拖累尔。我唯一的目标，就是要替阮爸母报仇。但迄天，我亲手把万条安杀死了后，我嘛会付出我应该付的代价。所以，我袂当有任何感情的挂碍，不管是感情还是家庭。拢会影响我不顾一切向一个决心。真正的感情是会当让你不顾一切向前的时阵充满勇气。莫阁甲我撒开啊！我要让你知影。不管你遇到什么代志